这是给失去信心的人，力不从心的人，正在不懈的努力居然没有胜利，想放却不放弃的人，是给想喘一口气处于能源危机，天天都没精打采，因为在失败和欢中的不息循环一直都喘不过来。无论你是走投无路还是去向不明，黑天白日都费尽拼命，如果你说的话甚至喊的话从不被任何人所听，如果你陷入孤立，一个人达不到所有目的，如果你只需要别人的鼓励，我想说你可以的，因为生活中乌云再黑你总能想办法突围。你可以的，因为你现在抵抗的疲惫是为了以后的机会。你可以的，因为鞠躬尽瘁的先辈也都没有半途而废，因为你积累的经历弥足珍贵，你的力气都没有白费。你可以的，因为你还没走运，只是你和缘分的误解，也去重读你读过的章节，毕竟过去的话不能感谢，往前看再上新鲜的台阶，打破事业中一切的边界，你的血你的汗你的眼泪，给未来的成功加上滋味。树上的鸟不怕树枝断，因为它信赖自己的翅膀，不要羡慕别人是天才然后忽略你拥有的能耐，你的心你的劲你的力量比任何人强，天下无双。生活确实没有秘方，但我相信山不转水转。不可能所有事情都称心如意，记得坚持下去，永不放弃。毕竟万丈高楼也都凭你起，而这只疯狂的世界只有一个你，一个特别的你。